这篇视频啊，姐妹们送东西来了。我这个今天无意间拍到的化妆包，我不知道呼声这么高，我可以送给大家哈，姐妹们。姐，我也想整一流化妆包了。那整整办公室不是没人一个呀、给我一个呗。咱家来看看这个，姐妹们大家都想整了吗？想整的话，这个确实好。对，你看抹的都软，这个。这个确实好，这样。这个视频里边，我们抽十个人送十个化妆包。呀，送十个化妆包，瞅我。把我来算出去吧、哎、点直播预告加点赞加评论，现在手里边那一个遮瑕起点，嗯，遮瑕起点我们送五个花西子遮瑕起点啊、对，然后盘盘手里边拿了这一个蜜粉，嗯，这个我们的花西子的蜜粉它顶妆效果特别好，夏天的时候你刚需了，夏天的时候你用谁家的顶妆粉都不如用花西子的顶妆粉。对，然后这篇视频里边送五个装，光这个我都不知道用怎么干了这个直播。这个我们不播的时候，晨晨他们都在用。啊，这一直我都在用的。我从一号到五号到那个限量款，还有那个呀、一直都在卖，但是我十五号才试的最多嘞。你看，零五号我也是试零五号，对不？对。